OK， 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演这个 X-Men 的 scene。OK。哎，你的演技真的不好，算了，这就来。快咬了，我是Wolverine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Wolverine，我是金，金对金。不行，我觉得越来越微微神秘的研究笔记真的不好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以装那个镭射眼。哇 ，OK，怎么装？这是眼镜。你给他太阳眼睛，哎呀，我真的看不出来什么。你他那个镭射，如果他有太阳眼睛，他不可以用他的眼睛。太阳眼睛，你说刚刚说的坤哥啊，坤哥，我觉得坤有这样的力量是很聪明，但是没有力气，不可以做什么的东西啊。这有什么？你是光头那个？对 ，Professor Kun，Professor Kun，Lucas 是 Logan 啊，他是 Logan，我觉得他是 Logan， 但是呢，他跟他相反啊。对。